大家好，我是张丽，这里是江苏综艺频道，你们收看的是非常大明星。大家好，我是안치쉔。예저도정말오랜만에여러분들한테인사드리는데요타임리스라는곡으로한국최초로그외국인이신인상을수상했던아주뭐랄까굉장히큰업적을남긴신인가수장리인씨인데요이번에는고국으로돌아가서앨범을또발표한다고합니다너무저도기대가되고요저희 SM 엔터테인먼트에서도처음선보이는중국 R&B 여자가수인데요여러분들한테좀많은성원을얻었으면좋겠고요저도무심양면으로응원을하도록하겠습니다오늘와주신여러분들너무감사하고요우리앞으로도우리장리인씨활동에대해서많은관심부탁드립니다감사합니다저도아주빠른시일내에앨범으로여러분들찾아뵙도록하겠습니다그럼건강하시고요안녕히계세요째째大家好我是东方神起드디어장리인씨야중국에서첫정규앨범이나온다고합니다장리씨는요저희또저희저희저희뭐저희희연준씨랑커지터타임스랑굉장한활약을또펼쳤죠한국에서네중국노래정말잘하는또후배신데또특히이번에는중국어버전도같이시작하니까여러분들기대해주시고좋겠습니다뿐만이아니라이번에는정말좋은노래들많이들었어요아니근데이번에는엄청난신곡이아니나이도어린데어떻게그렇게노래를잘할수있죠감정이또그나이감정이아니에요그렇죠굉장합니다굉장히훌륭한가수고요굉장히정말좋은노래들이많이수록되어있는앨범이니까모두많은관심부탁드리고요저희동방신기도많은관심그리고사랑부탁드립니다앞으로도열심히할테니까많은응원부탁드립니다지금까지동방신기였습니다감사합니다大家好，我是孙悟空。那先祝贺张颖第一次在中国第一次 showcase， 也祝贺他这次呢发行第一张的中文专辑。那希望这张专辑呢，希望他能大卖。那我们为他加油。对对 ，showcase 를진심으로축하하면서여러분들우리중국에서활동하는장리인의모습앞으로기대해주시기바라겠습니다장리인화이팅짜哇，看到真的很感动哎！今天呢，我们现场呢，除了有这样的 VCR 的祝福惊喜之外，现场也有一通电话要跟张丽颖。来来来，是一个安静一点哦，安静一点，我们要不然听不清楚。好的，两人电话已经接通了。안녕하세요，喂喂，哎喂，你好，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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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喂，哎丽颖啊。啊，你怎么知道是我啊？一听你声音就知道是你了。哎呀，你在做节目呢？对啊，你在干嘛呢？我在排练呢，我估计得到半夜吧。韩哥，韩哥，我们现在很多很多人很喜欢你的朋友，我们让他们一起给你打个招呼，好不好？来，好，你们要说什么？用刚刚我们说过南京人最独特的那种打招呼的方式，好不好？来吧，来，一二三。你还听懂啊？没听懂，我跟你说，让丽颖再跟你说一遍来。韩庚哥，阿普，阿普，阿奇哥，知道什么意思吗？不知道啊。问你有没有吃过饭？对。啊，吃过饭了。吃过饭了。对，就是。要如果要说吃过饭要怎么说啊？用南京话。吃过了，啊，吃过了，啊，吃过了。啊，吃过了。对。我韩庚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嗯，就是我第一次上节目，有点紧张，该怎么办呢？没关系，现在我不陪着你了吗？对呀，对呀。啊，加油，加油！好的，谢谢。是非常大明星是吗？对对。啊，我们下月要上那个非常大明星。对，我们都在等。好的，好的，谢谢韩庚。好，对，一定下月一定要再见面，和南京朋友和南京朋友一起见面。嗯。好，那韩哥，我这边还有很，你要对我们南京的歌迷说点什么吗？好，就那希望呢，大家能多多支持张丽颖，也能多多支持我们徐波之妙。我们徐波之妙的下月马上要出中文专辑，也希望大家好的多多支持我们。完下月我们在南京见。好，韩哥，我们现场的歌迷呢，刚刚丽颖来上节目说了一句话，送给丽颖，丽颖感动的流下了眼泪，所以我们这句话。同样要送给韩庚，来，我们现场的歌迷，一二三，听
欢迎回家，听清楚了吗？哇，欢迎回家，我们期待着你们赶快的到来。很温馨。嗯，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韩哥，我们期待。谢谢你。还有人要跟张宇说话哎，还有人跟你说话，等一下。还有吗？喂。喂。丽娜。啊。嗯。我爸先生。哦，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哥哥，你的哥哥。你的中文有很大的进步哎。啊，吃过了。知道什么意思吗？很多忘了。是吗？对。没有，我觉得进步了好多哎。是吗？对，但是听你的声音好像很疲惫的样子。啊，是吗？对。因为韩庚他每天叫我，对。每天欺负你吗？哈哈哈哈哈！哎，哈哈，加油！好的，谢谢你。嗯，곧보자。嗯，好，再见啊。今天其实我相信丽颖第一次上我们的节目哈，有这么多的惊喜啊。嗯，其实我们特别想具体的了解一下，其实你在韩国身边有这么多的哥哥在关心和照顾你，欧巴。比如说韩，比如说像韩庚，你到了你去韩国的时候，韩庚已经在那里了，对不对？我去韩国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一年了。嗯哼。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在练习的时候练到很晚了，嗯，然后呢，他过来就是送我了一杯水，嗯哼，然后送我一杯水就说：“丽，你不要练得太累了，嗯，还是赶快回家吧，现在已经很晚了，都快十一点了。”哦，很心疼这个小妹妹，我就当时特别感动，嗯哼，而且我还有一次呢，就是我在得这个，新人大奖的时候，嗯，新人大奖当时韩庚哥呢，大家都知道他有给我一个拥抱。对，然后我觉得当时他那个拥抱就是特别的真诚，嗯，就是我内心就很多东西一下就是情感的东西一下就翻涌出来那种感觉，嗯，是，所以其实我们真的非常能够理解，其实独自在异乡能够碰到亲人，碰到好朋友，碰到一个关爱自己的哥哥是多么的幸福。 对， 对，是，那我们一起来体会一下属于张丽颖的幸福的左岸。哎，好，渗进我眼眸，放弃可以呼吸的能力，别来刺破最后一道防线，把想念放到一边，让它蔓延。那天向你说抱歉，从前经历那么多考验，冷漠的眼是爱情最初的预言，为什么没有我早点发现？
是一种爱。